进行敌后侦查，离不开化妆渗透。根据对象国的地域和风土人情，对自己进行合理的伪装，以便于自己展开行动。这是一门课程，这也是一门学问。当然，外形的伪装是必须的，更重要的是内心的伪装。你要相信，自己就是要伪装的那个人。你要坚信，你不是要伪装那个人，而是你就是他。这个高度我喜欢。刚才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什么？情报搜集，情报判读，情报处理。要点是什么？耐心、细致、认真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耐心、耐心、再耐心。太高了。说的不是你们，是他。上面的感觉怎么样啊？报告，高处不胜寒。低个头求个饶，我就放你下来。报告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教官面前不低头。不低头。哎，行，快点走啊！我接受你的道歉。太另类了，我喜欢。如何判断别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？察言观色，旁敲侧击，半信半疑，假作真实，真亦假。我说何战友，差不多得了，我的妈！何战友，咱可不能再斗了，再斗下去大家一块倒霉，这不瞎搞吗？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何战友，你说说这种日子还得要到哪一天才算个头啊？何战友，我们求求大海呀、啊！你还是不服是吗？我服什么呀？何晨光，你太自大了，你觉得已经没有人能教得了你了是吗？你觉得你自己就是最牛的特种兵是吗？你觉得现在自己就可以上战场了是吗？我为什么不能上战场啊？好，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什么叫做战场，我也让你知道你在战场就是一个活靶子。我们就赌这一枪。好啊。就位。这感觉怎么都跟别人借的似的，瞎搞。
你不就是到了火力蹲了会儿马步吗？至于吗？哎，那叫一会儿啊！啊，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要是带你到天上去飞几个高难度，我也可以说一会儿啊。哎，这所谓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别动不动拿你那擅长的东西来笑话我。妈呀，飞行员最近偷偷长进了。哎，俺也觉得了。我的妈呀！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不一唱一和再笑话我啊？哎，何晨光呢？你们这不铁三角吗？怎么就剩你们俩了？小唐教员给他布置了作业，现在正在电脑学习室认真学习呢。啊，一万字的论文，今天写好，明天就要看。我的嗨，一万字，我抄也得抄好几天呢。嗯，俺看得看一个星期。哎，你说这何晨光这是走了什么桃花运了？这小唐教员看他眼神都不一样了啊！哎，这何晨光他们是不是认识啊？哼，不认识，怎么那么恨之入骨呢？哎，他俩到底怎么回事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何晨光脱了小唐教员的衣服。哎，啊，什么？哎呦，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这不是你脱的衣服。哎呀，哎呀，讲讲讲讲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讲什么？哎，就你刚讲的那个呀，我就爱听八卦。哎，来来，讲。不行，我跟何晨光，我们都是兄弟，我怎么能八卦兄弟？不就？花一点，你不是喜欢我那飞行夹克吗？送我了，送给你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行，事情是这样。哎呀，艳萍，你还兄弟呢？一个飞行夹克就把你给打发了，这还兄弟呀？哎呀，你给我闭嘴！哎呦，我说二牛啊，我这耳朵支棱半天都快成兔子了。不行，不行。那晨光是俺兄弟，你让他说他就说，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哎呀，二牛，你不是喜欢我那飞行员墨镜吗？啊，送你飞行员墨镜，真送我？送你。哎呀，这个男的八卦起来比女的还厉害呀！一病，说吧。你看成就，兄弟，事情是这样。要从头说起来。当时啊，我怎么就忘了存盘了呢？心若在，梦就在，人生只不过是从头再来。